哎，你俩这群众演员，这粉丝就这么演的、啊？台词就这台。什么？刚才这不跟刚才一样吗？有没有点变化？能不能真实一点、啊？可以，情感真挚一点、啊。OK， 我们还有备用方案。哎呦我的妈！你那玩意儿处理的，干按也不响啊。不是，没有掌声它就不响。走。您的吗？对，粉丝捧我。对，用啥捧我呀？您不是那个名演员吗？对对，名演员。对啊，对了，我叫啥名啊？叫啥名其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您唱得好。对对，我唱得好。对，我唱啥了？你们听着了？唱啥他也不关键，关键的是我们是个小群众演员，让我捧谁捧谁。哎呀，我说孩子们呐，你们长长脑子吧啊！这捧人呐，不能逮谁捧谁，挣钱也不能啥钱都挣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哎呀呀呀！你听我说两句话，别怨孩子们，他们这不就是想让你高兴吗？可能咱演那个节目，不合现在年轻人的胃口。这几年咱们眼前的鲜花少了。耳边的掌声也少了，但是我知道你对这个节目付出了多少心血，观众这两个字儿在你心里是什么分量。老伴儿，你相信我，你还有观众，有人喜欢你，哪怕将来你就剩下一个观众了，那就是我。老公，一二，你棒你棒你最棒，你强你强你真强你真强。钱总。哎，钱总你好。杨护士。对，你干啥来了？我来给你奶奶献花来了。钱春芳，没叫你。哎，你过来过来。怎么的了？你到底雇多少伙人呢你呀？我没雇他呀。不是，不是慧文护士啊！不是你，你这么的吧，我给你100块钱，你不用捧了，你回去吧。不是，我不要这钱，钱总，我就是想来见米奶奶一面。干啥？米奶奶，您看，哎，照片上这个老人家，你还记得他吗？哎、老公，你快看，你快看。嗯。哎呀，这不是我当年送信下乡，咱们住的那个房东。老杨大哥吗？啊，是杨大哥。孩子，他是我爷爷，他呀特别喜欢听您唱的戏，当年您下乡演出的时候，每一场戏他都会去听。今天听说您又要登台演出了，就让我来亲手把这朵花献给您。孩子，谢谢你，替我谢谢你爷爷啊。好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老人家为啥不亲自登台呀？爷爷年纪大了，走不动了，恐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到现场看你演出了。米奶奶，我爷爷最后还有一个请求，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。孩子，你说。他想让您录一段演出视频，他想看。我不录。哎，妈，老伴儿，你这干啥呀？人家都来了。孩子，我想亲自到他家，站在喜欢我的观众面前，我亲口给他唱。哎呀，你们看见没有？
这就是我的岳母，我的母亲。岳母，你最棒。瞧，妈，啊，你去唱去，你不也得排练排练吗？你给人家唱啥呀？我呀，啊，就给他唱这段。